的决定。好的，谢谢我直播间叔叔阿姨们还有哥哥姐姐们，你们都是姐姐还是姐姐还是哥哥呀？嗯，对，给他说开了。嗯，我就害怕把话说开了，我们连朋友都不能做。说实话，少华那么优秀的人，对不对？我是姐姐。好的好的，谢谢。嗯，大叔好，欢迎进来哈，欢迎进来。美罗想多了，美罗没想多，因为我们都是阿姨。欢迎我家张桂姨姐姐啊，那个阿姨，你看你一直都在这么支持美罗，对不对？我何德何能让你们这么喜欢美罗，对不对？嗯，美罗的想法还是很周到的，对，我就是有时候我考虑的东西多，所以说为什么我年纪轻轻的就活成这个样子，可能就是我想的太多了，我想的太多了。美罗是个好姑娘，谢谢。少华出去哭了，不会吧？她不会出去哭了吧？应该不会。你们没有给美罗点关注的，左上方给美罗点关注。然后呢，没有加入粉丝灯牌的，加个粉丝灯牌。美罗，你现在烧坏了是吗？不会吧？美罗。啊，少华，你没事吧？没事。好，你没事就好。你怎么了？没事，我把镜头拽过来吧。你怎么了，少华？没事。真的，你怎么了？我没事。你没事你？啊，没事，我刚才那个，眼睛进沙子了。不是真的。你真的没事？我眼睛。进沙子了，没事，我们聊点开心的，没事呀，真的没事，美罗，没事的。其实美罗，我是，没事。你怎么了？没事，没事，我没事。嗯，不好意思，没事。上回你到底，你说没事吗？没事，没事，我没事。没事呀，没事的，美罗，我没事。你这么事吗？我刚才就那外面风太大了，哇，你这里风好大呀！真的风大了，我就是。眼睛好像就是被风吹了一下，没事儿没事儿，美罗，我就是眼睛被风吹了一下，没事儿的。少华，没事儿，美罗，我是一个就是很那个的人，我没事儿的哈。我看一下直播间，哇，直播间还有这么多人了。没有哈，没有哈，上好没有哭哈。刚才外面风大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可能风大了，也就是一吹过来，就是眼睛被风吹的那种哈。没事，美罗，你开心一点呀，你开心一点，我没事的。你没事就好。我没事，我没事。你不是你。我没事，我没事啊，美罗，你不要这样，我没事儿。不是少华，你那个我那个。没事儿，美罗，你干嘛呀？你真的是我没事的，我真的我真的没事儿。我刚才真的外面风太大了，你知不知道？风大了。哇，你们这里就是风好大呀。嗯。你怎么了？你开心一点呀，你怎么了？我很开心呀，你看你每天都，对不对，上上来找我，我其实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对不对？你看你每天都上来陪我，我觉得，我很开心呀。开心吗？很开心，真的开心。那我以后每天都上来好不好？啊？怎么了？没事啊，我很开心呀。那我每天都来好不好？
我看你手里，手里，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你的手，就这样，抬高一点，抬再抬高一点。怎么了？你看，你看我们手掌，你看你的手掌大还是我的手掌大？我手大。啊？我手很大。你看一下，我的手也很大。我手那么丑的，我手那么丑，我手天天干活。没事啊，你看我的手也一样。那么丑的手。来，我看一下你的手掌大还是我的手掌大。来，你看嘛，你看，来。我的大呀。你看一下嘛，你合在一起呀、啊。你合在一起才能看呀，对不对？我手那么丑的。没事啊，来。你看我手天天干活。快一点、啊。而且那么合。哥哥姐姐们，我让美罗开心一点，让美罗开心一点。哎，哥姐姐们加油，打在公屏上，把加油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好不好？你们还没给美罗点关注的，给美罗点点关注哈。还没有给美罗亮粉丝灯牌的，这个地方你们点进去只需要花一毛钱就可以给美罗亮个粉丝灯牌了哈。来，我们就是比一下嘛，手贴手哈，必须要贴着，必须要贴着，快一点呀，直播间哥哥姐姐们都想看。大的，你看那么丑的，看到没有？这些都是，你看这个结，因为我天天干活嘛，这个关节这里它就很大很粗，看到没有？不丑呀，我觉得很好看呀。丑，快点，快点，快点来，来啊，贴在一起。不要。贴在一起。不要。哦，快一点呀！你真的是美罗。不要。谢谢谢谢送的小心心，不用送礼物哈，你们不用送礼物，因为谁赚钱都不容易，你们只需要在这个地方花一毛钱给美罗亮个粉丝灯牌就可以了。谢谢送的粉丝灯牌哈，谢谢。来，快点比一下。你看很大的。我也很大呀，你看。你跑什么呀？没跑啊。来，比一下嘛，就比一下，我看一下。刚才都没比出来，对不对？你的大。美罗，我悄悄的，我悄悄的这样去，然后去拉一下他的手，好不好？好不好？来，你看我的手很丑的。没事呀，我的手也丑。谢谢晨曦送的粉丝灯牌，谢谢。来，快点！哇，咱们直播现在哇2500个人了，快点比一下嘛，来。比什么嘛？你这样子比，你的手这样。什么？你的手这样子，你看是不是？不是这样子比，要这样子，不是这样子比不出来。你看。比得出来，你看嘛。可能你的好像要等我，你的好像要比我的大，对不对？你的好像要比我的大。不不，你要这样子比才能比得出来。对呀。要这样子去比。你的好像要大一点。什么？我的手很小的。我的手都很大，但是你的手比我的要大。快点。来，就这样子去比，你用来用这只手吧，那就。你看我手很丑的，不行。嗯，你的手不丑的，很漂亮。情人眼里出西施，你懂不懂？不，很漂亮的。小伙子这么贵，小伙子想的周到。什么？他想占你便宜啊？什么叫占便宜啊？你真的是气死我了。没有，来，快一点。快一点呀！不行。什么叫不行呀？来，你这样，要不这样吧，你直接这样子，我不贴着你的手，行，我不贴着你的手，这只手只比一只手就可以了。你再这样过来一点，这只手，你看，啊不，你贴在一起比嘛，要不然真的比不出来的。贴在一起比，你看嘛，你的要大的。不，贴在一起。你干嘛？不是你贴在一起，不是比不出来。我没干嘛呀，我只是想比一下我们的手指大不大，对不对？直播间哥哥叔叔、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帅哥你太逗了，我没有吧？哥姐帅吗？我有吗？美罗不是不开心吗？我把他逗开心了哈，哥姐帅吗？对呀、啊，我们美罗，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什么游戏啊？啊，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游戏叫做真心话大冒险？什么叫做真心话大冒险呀？就是你输了的话，你选一样东西，说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大冒险的话，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真心话的话，我跟你说，就是说一件事，你必须要回答我，而且还是真正的回答，真心实意的去回答，你不能说假话。
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好不好？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好的话你们扣个一，好的话你们扣个一。他们不喜欢这么无聊的东西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喜不喜欢？喜欢的话你们扣个一。他们不喜欢这么无聊的东西，对不对？你看叔叔阿姨们，他们都是哎。你看，你过来，他们扣的一，你看看啊，你看一下，他们是不是扣了？你过来看一下嘛。他们。你过来看一下，你看他们都是不是扣了一？谁扣一了呀，叔叔阿姨们？哇，你看没看见吗？直播间这么多人扣了一。对，什么？你们全扣一？哇，这么多人扣一吗？对，你回去坐着吧。啊。你回去坐着。来。我们叫划拳，会不会划拳呀？剪刀石头布。对，然后谁输了，谁真心话，谁大冒险。好不好？不玩什么不玩呀？我输了你也可以问我呀，对不对？然后你输了你我也可以问你，然后你就说你是真心话还是大冒险。行行，来我们猜一下，来，剪刀石头布。你怎么不出呀？行，来吧。来，剪刀石头布，不算，这个不算，啊、这个不算，怎么不算？不算，哥姐姐们，美罗是不是耍赖？这个不算，美罗是不是耍赖？不算，这个不算。他出的石头，你们看见没有？没看见了的，你们打个看见了。没有看见。这个、看见了，你们打个看见了。他是不是出的石头？不算，这个不算，不是。他没看见什么？没看见啊，他们都看见了，你看一下，他们都看见了、啊、看，哎，他们没看见，没看见，你看那个金城大那个什么哥哥说的是没看见，看见了，看见了，我们都看见了、那就重来吧，来吧来吧来吧，重来吧，来，剪刀石头布，哎呀，剪刀石头布，你怎么那你、嗯、你说吧。嗯，我说呀。我选择大冒险。你选择大冒险。对呀。啊哈哈，那我听直播间哥哥阿姨们说，让哥哥阿姨们，他美罗选择了大冒险，你们想让美罗干嘛？我选择大冒险。对，你们说出来。美罗选择了大冒险，你们想让美罗干嘛？卡了吗，哥哥姐姐们？是不是卡了呀？我们直播间是不是卡了？卡不卡，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卡吗？应该不卡吧。大山里面网络确实是有点卡的。嗯，他们说唱歌。好。唱歌啊、不行，不能唱。行，不行，不行。想听什么歌？你点歌，我唱。他们说要拉手。到底要干嘛呀，哥姐姐？唱歌，唱歌，你点歌，我来唱。我点歌，你来唱吗？那我自己唱。要不叫直播间哥哥阿姨们点歌吧？行。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你们想听什么？让美罗，你们点吧，让美罗唱，好不好？好。